就是介绍。怪我。我有看。好啊，我看好啊，没有关系，就一直批评啊，你就一直批评，你就不 call 给林俊杰。哦，可以吗？我觉得你会不会那个、啊、毁了你偶像的专辑？对啊。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哎、欸。我可以看得懂。今天就给他看，今天就给他看，今天就给他看，这样会穿帮吗？当然会穿帮啊！你是 P 小，不专业，不专业的开箱文，就是、最不专业的。其实我们是很专业的、啊，我们这很专业，是你比较不专业，是我不专业。三二一，欢迎光临！我下啦，我没有经理。三二一，我是不是揍他好几圈？三二一，欢迎光临飞碟唱片行，我是夜光奶奶，今天请到特别嘉宾，我差点把他杀死的嘉宾。自己介绍，我是悠悠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重金礼聘的把悠悠请来吗？因为今天要介绍他非常非常喜欢的偶像的专辑，也就是 JJ 林俊杰的专辑。我们计时一分钟，来让悠悠来介绍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开始了，快点，一分钟很短。等一下啦，好紧张哦，突然。好了，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张专辑《伟大的渺小》，我们现在要开箱了。在开箱之前，可以先让大家看一下外面的封面。这个外面的封面，这次 JJ 找到了一个摄影大师，很厉害的摄影大师，叫胡四三。那这个摄影师呢，拍的照片每一张 JJ 都非常喜欢。他说里面的每一张都可以做他的封面照。这个你翻给大家看，快点。好，第一张。我们只有六十秒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翻快一点，翻快一点。那页就是歌词啊，作词作曲。你会不会出框啊？进来一点，出框。这样，哎、欸，其实要看这样了。好美哦，然后就只有这一句，好美哦。对，你看它的 CD 上面拿出来，它的 CD 上面有 JJ 两个字。它不止 CD 上面哦，像它的外壳也有，在这个很小的地方，大家有看得到吗？角胶，好，我们交给胖胖子。角胶有没有？角胶，上面我看到一个 JJ 的符号。旁边，你翻，转过去，上面这边比较清楚。嗯，他这一次跟方旭中一起合作这个，其实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创意发想，他们就是希望说这个 J 的符号是有代表一些意境的。他说上面有一个两个尖端房屋相互连接。有像房屋在哪里吗？有像房屋吗？有吗？这样 吗？还是这样呢？是不是早就超过一分钟了？只是胖小子不理我们，有没有？对，到了。我刚刚怎么那么短？兄弟继续。他说这是一个象征内与外的自我连接，然后继续讲，继续讲啊！你把它讲完。然后在这个符号就是 JJ 两个字，这样是 JJ， 这样是屋子，应该是吧？错了，请林俊杰在下面留言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预购版还有那个小瓶子，还要讲说预购版有一个瓶中信，然后那个瓶中信很特别，它有分，它里面有纸条，可是我这边没有。它里面纸条里面有分五个，就是五段五句话，然后每个不知道你自己会抽到哪一段，嗯，然后它就有五种版本，很特别。对，如果你们不知道那个小瓶子长什么样，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都会录一段就是有关伟大渺小的影片。这其实你们到 JJ 的粉丝团上面去看哦，就会看到那个瓶子的样子。如果你没有预购到的话，都可以上去看哦。那飞碟唱片好，我们下次见咯。我下次呢有机会会再请啊，讲本名，给我讲我本名。好，我会再请悠悠这个万人迷来跟大家一起介绍最不专业、最不专业的开箱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好啦，就这样了，会不会了啦？下次就会了吧。他要揍我。